Hello，伙伴们，大家好啊！新买了一本这个啊，是群友推荐的。他们说这本呢是王羲之特别棒的一本书啊，是二玄社印的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这一页就确实真的质感好很多。前面是墨迹，后面的是拓本。啊，效果看下来还是蛮不错的，很清晰。当然也有不清晰的啊，这个就不是很清晰啊。我现在呢也不敢说推荐不推荐呢，大家自己看吧啊，因为我，看到一个评论说我推荐那本不是很好，我呢是，我都是自己花钱买的啊，所以我觉得蛮好的，可能就顺嘴说了啊，大家买的时候呢还要慎重一点啊，看一下这个我发的这个视频到底怎么样。合不合自己的胃口啊？如果不合自己胃口的呢，就，不要去买啊，因为最后还是会退货或者怎么样子啊。好，那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啦，谢谢大家观看，再见。